北京烤鸭被人们誉为世界珍味。北京烤鸭已有几百年的历史，在明朝清朝曾是宫廷御膳桌上的一道名菜，后来才流传到了民间。特别是近几年来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，吃烤鸭的也越来越多了。啊，就这鸭子可真肥啊！你还别说，今儿咱们赶的这还真嫩。行行，健康长寿。我啊，您说再怎么着，咱们皆大欢喜。南昌，你要哪个？你要哪个？要这个？等一会儿再等吧。吃点菜，吃点菜，咱都吃点菜。哎，你们新疆有吗？没有，这是我第一次吃。那赶紧吃。好。嗯。制作烤鸭还得先从北京鸭说起。北京鸭饲养在玉泉山水系河流中，喝的是矿泉水，吃的是矿泉鱼虾和水草。北京鸭是在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下繁殖起来的。为什么只有北京鸭才能制作烤鸭呢？鸭场厂长告诉我们说，不是任何鸭子都能制作烤鸭，它是北京多年驯化育养的一种特有的北京田鸭。这种鸭子全身羽毛洁白，体积长而宽，头部深大，胸部丰满凸起，腹部下垂，蛋部擦地，腿粗而短，趾部呈橘黄色。这种鸭子生长期为50天左右，分三个阶段。第一阶段叫雏鸭期，25天。中鸭期再喂15天，羽毛由鹅黄色全部变为白色，进行田喂。田喂的鸭子要求饲料质量很高很精，经过7至15天的田喂，就长成5斤半左右即可屠宰。用这种方法养的鸭子长得快，体大皮薄，肉质肥嫩，专供制作烤鸭用。北京烤鸭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，从培育鸭种到烤制方法都很讲究，还是请全聚德烤鸭技师来介绍吧。咱们这种鸭子是北京天鸭，北京天鸭呀，就是使回咱们就是咱北京烤鸭是用的原料。这种鸭子呀，它的特点是什么呢？就是啊，这个肉嫩啊，有膘肥，它的成熟日期短，这鸭子2个月呀就有这么大个儿。胎生制皮以前呢，先把这个鸭掌啊把它切下来，切下鸭掌以后呢，就可以由口腔里边往这个进气了，就是达到皮里肉外。打气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开膛了啊，切口开膛。这个切口开膛那个它位置呢，在翅膀下，就是腋下啊，这个开4厘米长短的这个刀口，开刀口开了以后呢，这五脏啊，就是肝、肝、心啊，各个部位吧，啊，就有这个小口里头掏出来。掏出来以后呢，还得要支上撑，看起来打撑以后呢，胸脯啊，丰满，把这个翅膀往下一放呢，就找不着刀口，这五脏是由哪出来的？这个烫皮呢，是用那个开水，它们下边呢是打汤色了。这个烤鸭枣红色就是这个汤啊，汤色的作用。在烤制以前呢，就灌这个由这个汤由这个刀口里边啊灌上啊7分满的开水，进炉以后啊外边这个皮外边火烤，到15分钟以后呢，里边这个水就开了，外边烤里边煮，将来熟了以后呢，就是外焦里嫩。吃起来啊，就是皮脆，肉鲜。挂炉烤鸭是用的明火啊，就是明火在炉前烧火。这烤鸭用的是果木树，比如说啊，枣木啊、梨木啊、杏木啊，这类果木树。因为这种啊
火柴呀、是烟青火硬啊，最呀、适合于烤制的。这烤鸭师傅鸭子进炉以后呢，进行翻转燎烤，才能促使鸭子嘛成熟。有经验的师傅们在腕子上的劲儿啊是相当灵活的。这果木树为原料烤出这鸭子来，油光瓦亮，颜色枣红色，而且非常漂亮，外形也非常美观，而且还起到酥脆肉嫩细腻的作用，吃起来还真是别有风味。烤好的鸭子不等鸭脯腰线就趁热片切，一只四斤左右的鸭子要片100多片，要片得片片有皮，片片有肉，大小均匀，似丁香叶。吃烤鸭用的佐料是甜面酱和葱条，主食是荷叶饼和空心芝麻小烧饼。这葱并非一般，它是用山东省大葱的葱白切断而成。甜面酱是有名的六必居酱园生产的，吃起来细腻可口。荷叶饼面要和得软硬合适，再刷上炉油，烙出后既薄又软，每张两层儿，一揭就开。空心芝麻小烧饼在制作上要有相当的技术，蘸芝麻时用那么大的劲儿，可烤出来照样是空心的。用鸭的舌、心、肝、肠、脯、膀、掌等各部位为原料烹制的全鸭席，同北京烤鸭一样闻名世界。全鸭席分冷荤和热炒两部分菜。著名的冷荤菜有卤鸭蒸根、金鱼鸭掌、鸭膀冻、五香鸭、芥末鸭掌、绑丝黄瓜、香糟鸭。一瞧，烈火熊熊，惊心动魄。这是火燎鸭心，整个烹饪不过3秒钟，焦香透嫩。热炒还有焦溜鸭三白、干烧四鲜、银耳鸭舌汤、一锤菜心、蒸根鸭卷儿、金鱼鸭掌。围绕着席间主菜北京烤鸭，宛如众星捧月，丰盛而美味。不少中外人士传颂着这样一句话：不到长城非好汉，不吃烤鸭真遗憾。游长城吃烤鸭，竟成了一个人是否到过北京的明显标志了。尽管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烤鸭店，有的还请北京著名的厨师进行指导，但要吃正宗的北京烤鸭，还得到北京的。